上禮拜日咧，就同埋一班朋友出海玩，一個唔小心連人包掂埋落去。我當時好緊張，因為禮拜二就要去美國開會啦。咁冇張卡好唔方便嘅，所以我就即刻打電話俾 Citibank。 一收到個電話，我哋就即刻幫佢取消張卡，仲可以走之前補翻張新嘅俾佢。我嘥成個幾禮拜時間啊，先補兩翻其他嘢，但補翻張 Citibank Visa 咧，我打個電話就搞掂啦。並非一般 Visa 卡，萬國普通 Visa 卡。